少爷，外面有人找你。不见。他想跟你说有关谢香的事儿。谢良辰是被冤枉的。我二叔在医院工作，司令的检查结果是中了慢性毒，知道这件事情的医生都被控制起来了，我二叔也被灭了口。这是他的地址，希望对你有用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.